紧接着看的是问题由大追查，台中市卫生局呢根据正义公司供货名单大稽查，结果呢出炉了，台中市有33家厂商受波及，进货量最多的金口香公司把问题由制成了62项产品，转往的餐饮业，知名的通路商美食家也上榜。违规的62项品项产品里面，下游厂商之一有美食家，就是美食家有卖到金口香62个产品里面，他有透过美食家来贩售金口香，他跟那个正义进的猪油全部都来制作食品产品，他没有再贩售给其他单位。名单中包括了酒鬼食品、东山路太阳堂、西区旅世纪雪花斋等台中知名的店家，不过太阳堂声称的使用前就全数退货。另外呢，大买家跟大润发等卖场也被查出使用了正义的违规油品。